这首歌表达的就是玩乐的精神吧，就是南海吵吵闹闹的，好像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十几岁一点的那个年纪。摇滚怎么了？换成一种男人的方式，会让大家玩起来，能够听到我们内心的一种呐喊。So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们准备好要和我们一起 party 了吗？ It's 陈小春、谢天华、杰啊、Young Bridge。 我刷了十个和弦，天下太平。 A flying boat， 面带面具的笑容，刮的僵硬。 Hey， what's up？ 理性和感性无法铺成歌唇。 Yo， 我们写着写任何有意义的歌词儿。